经济部长孙运璇今天中午曾经到机场欢迎张四祥博士夫妇。张四祥博士在台期间将要协助台湾引进最新的石油工业技术，改良生产油脂品质，检查生产油脂是不是含有毒素，以及联系本省石油界的同仁参加国际会议。同时他将在本月27号起，在农副会食品专家李秀的陪同之下，到本省各地参观有关研究机构和制造工厂，并且加以指导。张博士预定停留3个星期，在4月14号返回美国。